位走过路过的看官看过来，小编在此又来推剧了。三部 Black on 的泰剧，三台收视主打剧，拿下收视冠军不是问题。第一部《人生波动》，去年三台的收视冠军剧，平均收视 5.98， 由于烈和 Mark 主演，两人搭档完全出戏。这部剧主要讲述万众瞩目的巨星 J 开车撞死 Suffit 未婚妻后，内心饱受煎熬的接受 Suffit 的报复。虽然 J 看起来总是一副死不认错的样子，Suffit 痛恨 J 没有一点愧疚，还找别人抵罪。正值律师 Suffit 开始搜查 J 撞人的证据，私下里联手妹妹展开报复。第二部《天生一对》，上半年火爆泰国的穿越剧，播出之后更是凭借高收视率横扫泰国各大奖项，剧中演员也是火了一把。这部由 Hope and Bella 主演的电视剧，主要讲述考古系高材生 Kathy Vernon 出车祸后，接受因诅咒而死的 Per of Aid 的请求，魂穿古代进入 Per of Aid 的身体，做功德赎罪。 Kathy Vernon 用他的真诚、善良和热心改变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当他好心为仆人买坟上自制净水器后，他的稀奇古怪全被未婚夫 DET 看在眼里，之前发誓不会娶他的人如何打脸追击呢？第三部《赤爱游戏》和 二搭合作，互对互打，太虐粉丝直呼心疼。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被 Nat 的父母收养的 Nat 一直偷偷暗恋 Nat， 可是 Nat 极恨 Nat 抢走父母的关爱，从不待见他，对他的话张口就来。在 Nat 知道 Nat 的前女友是破坏父母感情的第三者后，更加厌恶 Nat 被父母逼迫嫁给 Nat。 Nat 新婚之夜直接表白，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公主，酥到心底有没有？可惜 Nat 不吃这招，还怎么做还怎么做。剧中最甜的话应该是三胖的，我捡垃圾都要养你。